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哦。他说这个 AC 等于 CD 等于 注意等于 EB， 这一段等于这一段等于这段等于这一段 ，A 柱等于 AF，A 柱等于 AF，BC 等于 CBF，BC 等于 BF，AB 等于24，求 CF， 求 CF， 还有24，24除以1 2 3 4 6 6 6 6 24除以4是等分6。那这个题目如果做不出来之后，通常是相似，通常是相似的。那谁跟谁相似？这个角 A 等于角 A， 那这个6加6等于12，对，这里12。那这个三角形呢？这个三角形 ACF 会相似于三角形 ACF 会相似于什么呢？这三角形如果给它翻面的话，会跟 ACF 是跟 AFB 相似 ，AFB 相似 ，SAS 相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角 A 等于角 A 啊，角 A 等于角 A， 这个角 A 是圈等于角 A， 啊，边长的比是6比12。六比十二，六比十二。这 AC 的话 ，AC 是对这个 AF，AC 这三角形如果 AC 对大的三角形 AF 的话，这 AC 是六，小三角形这边是六，大三角形 AFB，AF 是十二，有没有等于这个 AF？小三角形的 AF 是12 AF 这个跟这个12，大三角形的是 AB AF 对 AB AB 的话是24，那成比例的话，这两个三角形相似是 SAS 相似，所以呢 CF 这个 CF 是比上 FB， 比上 FB， 左边上的 CF 比上右边上的 FB， 或者刚刚那个1比2，那这个 FB 又等于这个 CB， 6加6加6 18， 这个是等于18，这个是等于18，所以呢两个 CF 会等于18，所以 CF 会等于9啊，所以这题答案是9，这个这题 SAS 相似是这样子。